年38岁的张柏芝终于迎来了新生活。前不久，她生下了第三胎儿子小王子，更是重新开通了自己的社交账号，吸引许多粉丝留言祝福，都希望她以后新家庭的生活能够幸福快乐。不过关于自己新男友的身份，张柏芝却十分保密，直到现在外界仍然无法确定其身份，只有猜测是一名神秘的富豪。张柏芝曾经在 INS 上暗示自己要结交一个圈外的男朋友，看来也是想保护隐私低调过日子。不过日前却有网友晒出了一张神秘男子与张柏芝同框的照片，图片中张柏芝戴着墨镜满脸笑容，而旁边的男子面容生疏，不像是圈内明星。据悉这组照片来源于去年张柏芝的个人 INS， 当时他因此被怀疑有了新恋情，因为隐私生活被打扰，他还怒气之下删除了自己的社交账号，断了一切和外界的联系。这次张柏芝重开了社交平台，因为这张照片再度疯传在网络上，被网友猜测正是他圈外男友。然而当事人早就给出过澄清，张柏芝曾经晒出了一张这名男子的全家福，表示他和这家人的关系非常好，只是亲密的朋友。而之所以怒删账号，是因为他觉得那些谣言给对方的家庭造成了影响。如今张柏芝终于有信心拥抱新生活。